这样子我帮你把它变热了啊，等一下就变热掉了。
先生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如果不把我的乐兔还给你了，就是把我的公主床 ，OK， 你一定知道。你不给他来，哇哈，哇哈，很带劲儿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大。刚才你三个是不是都要晕下去了？好厉害！好厉害！